我们上一集说到呢，王世充率领隋军偷袭星落仓，结果呢被瓦岗军杀得大败，隋军是被杀无数，连王世充帐下大名鼎鼎的隋朝的勇将费青奴也死于乱军之中。就说偷鸡不成，绝对是拾了一大把米。那么王世充夜间偷袭，瓦岗军是怎么知道他的计划，而且是预先设伏的呢？事情是这样的，就是人算不如天算。由于缺粮呢，王世充军中就不断有军人啊前来投降瓦岗军。魏公李密也自然对这些人热情接待，接待目的倒不是为了嘘寒问暖啊瞎唠嗑，就是为了套取情报。李密就问王世充营中近来有什么动向，降兵啊这降将吃个大饱肯定实话实说啊，就是也没什么动静，只是看见王大人最近不停地招募新兵，屡屡呢以90犒赏三军，但我们这些人也不知道这王大人想要做什么。李密想了想，很快恍然大悟，他就对裴仁基就讲了，哎，我差点上了王世充的当了，您看听明白了吗？王世充粮食马上要吃完了，你看咱们一直避战不出，他求战不得，如今呢他招募新兵，要杀牛啊犒赏三军慰劳这些士兵，肯定是要有重大的军事行动，没别的，他一定是要来偷袭我们星落城。于是呢李密当时就将计就计，精心准备，等于就给王世充来了这么一个非常经典的反偷袭伏击战。所以说呢情报是非常非常重要，我们要知道敢冲敢杀算不上一支好军队，所以说有的时候军事斗争需要那种高度智商的集体协调啊，才能成功。福兮祸兮，惶惶然丧家之犬的王世充打了如此败仗，坐镇洛阳城的少年隋炀帝的孙子越王杨桐，哎，这个时候还是派使者来安慰他，你看债多了不愁，狮子多了不咬，王世充这个时候也干脆耍起无赖，趁机诉苦说，我自己的江淮兵马人数远远少于瓦岗军的这个兵员，跟那个瓦岗军一比我人太少，我打不过他，力不如人，非战之罪也，所以说非常能甩锅。越王杨桐呢，他自幼生长在深宫之中，也根本不懂得乱世人心的诡诈，觉得王大人呢这位战将呢讲的道理也对，就又交给他70,000隋军的兵权，命令他伺机与瓦岗军再战。我们要知道当初隋炀帝调集各路兵马共救洛阳，大概兵力呢就有10多万吧，主力呢有王世充的江淮兵，还有虎贲郎将王辩的河南兵，当时呢王世充实际上只负责统领洛阳外面的兵马，如今的越王杨桐等于就把洛阳内外所有兵权都交给王世充了。因为不久之后就要发生几件重大事件呢，我们现在就有必要大致交代一下洛阳城中的那种政治格局。在这个1年半之前啊，隋炀帝当时很不负责任，就把北方的破烂摊子丢下了，他跑去江都啊，实际上就是等于是避难了。从洛阳临行之前呢，隋炀帝杨广就任命他亲孙子越王杨桐坐镇洛阳。其实这个少年人啊，只是当时作为隋朝皇室权威在河南地区的一种象征。洛阳城内具体的行政事务呢，基本上归大臣袁文都和段达等人分别管理。但呢，这个班子呢，实际上是个应付日常事务的这样的一个管理班子，他们根本没有经验处理军事要务。瓦岗军忽然兴盛之后呢，隋炀帝就派遣天下各路人马10多万人云集洛阳，那么指定王世充呢全权负责城外军事。但当时领兵的几员隋朝大将呢，彼此并不熟悉，那官位又都差不多，自然也都不怎么服从王世充的这个管辖。交战这些日子呢，越王杨桐和洛阳几位大臣观战已久，就发现洛阳啊这个内外啊诸将之中啊，还真没有第二个人能像王世充啊这样能战、这样敢战的良将。由此，虽然这个王世充屡战屡败，越王杨桐等人还是把洛阳内外的兵权全部交给他，等于是矮子当中拔将军吧。转眼过了新年，这年是公元618年，手中增添洛阳新晋派给自己70,000大军，
现在又有十多万精兵了，王世充的底气十足了，于是呢他要开始主动进攻李密的瓦岗军。开始的时候呢，王世充先派小股部队在洛水两岸和瓦岗军呢打了一些小规模的接触战，主要是武力侦察。你还别说，哀军能胜，王世充部下那些江淮军啊憋足了劲儿要报仇，所以这些小战斗啊打得有声有色，一直压着瓦岗军打。接着呢，王世充就步步逼近，一直把他主力大营推进到洛水岸边。当时是正月十五，那天还真没月亮，眼看自己手下斗志高昂，王世充就下令各部队在洛水啊上面架设浮桥渡河，排阵十多里，准备就向洛水对面南岸的李密的瓦岗军大营发起攻击。而且呢就规定谁的桥先搭成啊，哪一步兵马马上就先进军。到了深夜时分呢，隋军就开始建造浮桥了。当夜是北风怒号，雨雪交加，隋朝各路士兵冻得瑟瑟发抖，加上这连日征战疲乏，所以架桥的速度比较缓慢。王世充这次兵力虽然很多，但都属于不同系统拼凑而成的，事先呢这些人没有并肩作战的经验，相互协调就比较紊乱。那么隋军在渡洛河的时候就发生了混乱了，有的部队动作快，渡河之后准备开始攻击，而有的部队呢动作很慢。你看友军已经开始进攻了，这些军队呢还正在继续的架桥啊，正在渡河当中呢。我们要知道，部队内部关系如果没有整合好啊，就不应该轻易出战。你看面对面河那边就是敌人，你如此渡河出击，绝对更是兵家大忌。王世充呢也算是百战良将吧，他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失误呢？我们现在就不得而知，也许是当时轻敌，他觉得自己兵力忽然有这么多十多万的精兵，也许呢当时他就是迫于洛阳方面的政治压力，不得已呢这个发动进攻。反正隋军当时就是冒着风雪严寒开始主动出击了。结果呢，隋朝虎贲郎将王辩啊，他率领那部兵马先把桥架成了，贪功心切，王辩就率领他部下的隋军渡过河去，直杀瓦岗军的仓城。隋将这个王辩率领的河南兵还真不是吃素的，猛攻之下，打的瓦岗军还真有点吃不住劲了。隋兵当时势盛，人多势众，一下就突破了瓦岗军的外围防线。在如此兵力对比比较悬殊的情况下呢，这个瓦岗军的仓城的城根呢，前面的那个栅栏就被突破一处，这就好比木船在狂风巨浪当中被撞破了一个小缺口一样，通过这个小缺口，狂暴的海水很快就能撕破整条船。眼看隋军势盛，瓦岗军内部当时也产生了极大的恐慌。此时此刻呢，李密肯定也急红眼了，他就亲自带着预备队发起了反冲锋，同时呢裴仁基、裴行俨父子、什么单雄信、徐世绩等人也各自率领数百锐卒分三道出击击杀正面迎击的隋军。由此呢双方就厮杀在一处，打得难解难分。最最关键的时候呢，鬼使神差一般，作为隋军总指挥的王世充大黑夜里听到南岸杀声震天，还以为自己又中了埋伏了，他就害怕隋军吃大亏，条件反射啊，然后他就让手下的士兵呢吹号角收兵。其实当时隋军本来是占绝对优势的，但军队的兵士平时训练有素，一般都会对军中的号角还有锣鼓啊那些声音形成条件反射。忽然听到撤军的这个号角响起，当时虽然这些隋军占上风，但马上就慌乱了心神，愤愤仓皇北逃。这个时候呢，秦琼、罗士信、程咬金这些人抢先一步，率领瓦岗军军士就把那浮桥给点燃了。当时隋军十八座浮桥马上就成为十八条火龙了，烈焰涨天，隋军冒着烈焰冲向浮桥，他逃命啊，人多桥窄，隋军纷纷被挤下水去。当时隋军带头这个虎贲郎将王辩也没办法，只得随着溃军呢拨马回逃。但这些浮桥呢已经被烧得坍塌了，他只好驱马入水。当时呢隋军死人太多了，水中到处都漂浮着冰凉僵硬的流尸，无数尸体和器械在急流当中互相击撞，很快就把这位隋朝大将撞下马来。当时是水冷风寒，王辩呢身穿重甲，他的头盔很快就被水冲走了，
这个不辨方向，加上一身重甲，而且头发又散乱，像胶一样遮住了他的双眼，因此这位隋朝大将很快就被波浪吞没，就淹死在洛水当中。大将王辩战死，隋军的士卒呢更加争先恐后转身逃命，因为身后就是洛水啊，这些乱兵啊争夺桥梁，被挤入洛水淹死了就有一两万人。此战呢，隋军十多万洛阳主力呢损失殆尽，十多位大将阵中被杀，其中还包括谁呢？就先前在十字河战役中逃跑的洛阳方面的那个大将刘长恭。这草包掉到水里之后呢，这次就没有机会再和士兵抢夺服装化妆逃跑了，等于他没游几米就被这个水给呛死了，水性也不好。王世充呢绝对人惊一个，他并没有去啊和自己的手下乱兵争抢落水之上那浮桥跑，他是策马向西疾驰。不过呢他也不敢往洛阳方向跑了，而是带领财兵败将顺着黄河边一直跑到河阳，也就是今天河南的孟津。当夜雨雪交加，天气特别寒冷，隋军大部分人又都落了水了，衣甲全湿透了，冰冻加饥饿啊，逃跑路上死了好多人。最终呢，王世充最后一点人数，十多万隋军最后只剩下几千了。所以呢，洛水大战，李密瓦岗军又一次大胜，王世充的隋军等于是惨败。那么这一败呢，实际上就败在王世充这种惯性思维，他生生的就把他自己的隋军部队从胜利的边缘拉回到死亡陷阱。所以说惊弓之鸟啊，不战而败。仗打到这个份上，王世充这个时候心里害怕到极点。但是呢，坏人就会是幺蛾子，情急至生。王世充呢败了之后呢，玩了一把别人没有玩过的，玩什么呢？他把自己五花大绑让人亲卫军捆起来关进黑屋子里，然后呢再给洛阳的越王杨统写报告，自己主动请求处分。结果呢，出乎所有人意料，越王杨统派王世充的哥哥亲自携带书信到河阳，宣布赦免王世充兵败罪责，请他继续指挥军队。接着呢，洛阳方面还把王世充召还东都，大赠金帛美女以安其意。要说王世充这人运气也真不错，你看在乱世之中大败数次还能财色兼收，那绝对是祖坟都冒烟了。实际上当时洛阳官员啊，还包括岳阳杨童都很清楚，你即使把王世充杀了换一位新的统帅，十有八九还不如王世充。隋军败到这个地步，除了王世充之外还有谁敢再和瓦岗军交战呢？于是呢，大难不死的王世充呢搜集残兵败将，又凑了一万多人返回紧挨洛阳的韩家城，开始呢闭门不战。韩家城是个小城，但它是个粮食仓库，所以王世充要守在这里，最起码呢手下有粮食吃，不至于马上被饿死。瓦岗军呢乘胜西进，一直追到洛阳的城郊，至此呢隋军再无力出战争夺那个邙山高地了。瓦岗军就轻易占取了洛阳外围的各处制高点，就能洛水北岸的金庸城和那个偃师城两座要塞呢也都被瓦岗军呢给攻陷了。这时候李密气势如虹，他乘胜呢进据这个金庸城，手下当时的胜兵啊精兵强将三十多万，震鼓之声闻于东都。也就是说呢，瓦岗军的军鼓军号的声音啊特别响亮，这个洛阳城内都听得见。没办法啊，洛阳方面派出金子光禄大夫段达还有民部尚书韦金率领兵马出城，目的呢无非是想打个小胜仗什么的，先稳住洛阳啊内部的军心和民心。结果呢，段达虽然是个军将出身，但是非常胆小，看到李密兵胜一看对方瓦岗军这么多人，刚刚布阵还没开打呢，这段达的哥们他自己翻天亮掌先跑了。李密马上下令纵兵追击，隋军大溃。那位隋朝的民部尚书韦金呢是个文人，很倒霉，他连马都不怎么会骑，你按理说你应该调转马头跑啊，他昏头胀脑的一拍马，那马直冲着这个瓦岗军的追兵就跑过来了。结果这个时候你官儿再大也没用，韦金呢这民部尚书一下子就被瓦岗军的士兵杀死在当地。至此呢，李密他的这个
威风啊，那绝对是威声赫赫，如日中天。中原各地隋朝官员呢，纷纷前来投降，而且呢，当时反隋的各个大头目，包括窦建德等人，奋至沓来，从各地遣使奉表劝进，就希望拥戴李密称帝。李密手下裴延基等人呢，也上表力请李密，您在这儿就称帝算了，登基吧。对此，李密是一口回绝，东都未平，不可一辞。也就是说，洛阳还没有攻克呢，称帝这事儿，先不要考虑。确实，洛阳当时就成为李密的一个心结，只有攻克这个东都，他才认为自己有了称帝的这个资格。那么，李密不称帝，只是因为他没有攻下洛阳城吗？也不全是。洛水大战之前，正当李密和王世充在洛阳打得你死我活的时候，和李密同为隋朝高级贵族的唐国公李渊在太阳起兵。这李渊呢，来头也不小啊，他和隋炀帝杨广绝对是实在亲戚，实在到什么份上呢？李渊的母亲和杨广的母亲啊，这两个人是亲姐妹。当时呢，李密自恃自己兵强马壮，他以盟主自居啊，就派人写信给隋炀帝这嫡亲大表哥李渊，要求结盟。李渊这个人老谋深算，当时他正好希望李密瓦岗军啊为他在洛阳牵制住隋军的主力，就马上回信表示拥戴李密啊，回信特肉麻，吹捧对方：天生征民，必有私慕，当今为慕，非子而谁？老夫年逾之命，愿不及此，心待大帝潘林复议，为帝早应屠戮，以宁兆民，宗盟之长，蜀籍建荣，复封于唐，思荣足矣。什么意思呢？就是在这封信中啊，李渊等于是向李密摇头摆尾啊，奉承他。陈瑶都说姓李的要带隋啊，拥有天下。谁呢？那就是大兄弟您了。您姓李啊，我也姓李啊，我李渊也就是攀龙附凤。您当皇帝之后啊，再封我这姓李的，继续当唐国公，我就满足了。李密当时得到李渊的这个来信，特高兴，拿着信对手下说：“唐公渐推，天下不足定矣。”结果呢，李渊人精一个啊，别人打旗号反隋，他在西北呢是打着拥隋的幌子。不久之后呢，他就很快趁机攻陷了隋朝的首都长安，把当时13岁隋炀帝的另外一个孙子代王杨佑拥立为傀儡，姚尊人在江都的隋炀帝为太上皇，自己呢又封自己为大丞相唐王，让他自己手下几个儿子统领兵权。天下事当时如此纷繁复杂，洛阳还没有攻下，所以说呢，李密确实还要走一步再看。李密一手的好牌为什么最后打得稀烂呢？也许是跟他性格过于谨慎小心有关。在拥有强大资源的情况下，他没有利用好他自身的优势，太瞻前顾后，首鼠两端了，等于是呢失去了机会。我们要知道，危机和机遇往往是同时并存的，鱼和熊掌从来是不可兼得的。所以说这一个人的大局观和他的长远的观点是非常重要的。李密大败王世充之后，这一次就看上去似乎再没有谁能够挽回洛阳城的被攻克的这种命运了。但是呢，忽然又发生了一件大事，使得隋朝国内的形势陡然发生变化，各方力量呢也随之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发生什么大事呢？那就是发生了隋炀帝被他禁卫军啊在江都弑杀的江都之变。这事儿我们在讲隋炀帝的时候已经详细讲过了，就不再赘述了。那么如今作为隋朝真皇帝隋炀帝被杀了，隋朝又会发生什么变数呢？洛阳城下的李密和王世充之间的争斗又会如何发展呢？我们下一集接着说。